same, and the wind keeps whispering your name. If the world looks different, then it's you to blame. Oh, yeah. So I count the minutes, I count the days, I count the stars and all the ways. I feel your touch when you'll be back to stay. Oh, yeah. 我要去首尔啦。 暌违了一年， 再次去首尔， 这次不搭飞机，我要搭 KTX， 没有人，好早， 现在是6点多， 天都还是全黑的， 但是其实已经6点40几分了， 韩国的冬天都很晚才会天亮， 我刚刚出门的时候还看到很大的月亮。 因为今天的行程主要是就是来帮我朋友，就是他拍婚纱，然后侧拍。那因为我真的很难得来首尔，上次来已经是1年多前了，所以我来这边的行程就非常满，要赶快跟几个朋友见面。明天的话也是跟我朋友见面，然后就是去宏大逛一逛。缺告以后我就要回釜山了，就只要带我那个澳洲来的朋友去釜山玩。所以这一次真的是快闪首尔，超快闪，应该待48个小时左右。 好，我们吃完饭，现在呢要去逛街，要去逛一个我很期待的店。这边是霞欧亭，伦敦贝果一样在排队，但我们的目的不是伦敦贝果，是旁边的这个Wiggle Wiggle。这边很热闹哎，好可爱哟。 哇，我最想买这个，没关系，我想买这个地毯。哇，好可爱哦！哇，耶，拿了购物袋，准备来 shopping。 好可爱哦，默默就拿了一整袋。这边真的很适合拍照，都很可爱，有一个浴室啊。
이 진해지는 순서로 저희들이 부탁드릴게요. 여기 저희 쪽에서 커팅까지 도와드리고 핀셋으로 옆에 야채랑 밝은 고기만 참여해 주시면 됩니다. 它感觉就很好吃。大家早安，现在呢要来做一下就是肌肤管理，因为最近韩国天气真的太干了，所以呢我就是最近敷面膜敷的比较勤，不然的话我的皮肤就是开始有点脱皮，上妆就很可怕。这一款面膜我之前就介绍过，它就是很特别，它就是这种网状设计。我这个真的就是我在韩国跟我目前用过的面膜里面是最特别的，因为一般的面膜的话它都是那种薄棉片状，就只有他们家是做这种，因为它这个网状设计的话，它可以把那个精华锁在那个网子里面，所以就是可以更渗透到你的肌肤。它这个就是长得很像它也是这样子网状的设计，然后你可以看它的那个精华，有看到吗？整个吸超饱在那个网子里，看起来就很疗愈，超满的精华。比如说你敷上去是整个一片有点水网敷在你的脸跟脖子上，你就这样，然后那精华超多，我现在整只手都是精华，不要浪费精华，赶快擦手擦一擦，全部擦一擦，都要擦一擦，顺便保湿一下。它这个就是有那个锯齿状的滚轮，然后呢，你在滚的过程呢，它就会顺便拉提你的皮肤之外呢，它就会促进里面的精华更吸收在皮肤里。而且滚起来超舒服的，你不用怕说它这个太尖，滚起来会刺激皮肤，不会，因为它还是隔着这个网子在滚，它就是有一种促进血液循环的效果。然后脖子拜托要滚，因为脖子的那个颈纹非常深，滚这边超舒服的。他们家的面膜之前我就有开过团，然后卖得非常好，很多人问我说什么时候可以再开一次团购，所以我就想说现在趁冬天赶快再开一下，因为冬天感觉大家比较需要敷面膜保湿，也就是有需要的人可以去资讯栏点选连结。好久不见的宏大，结果在下雨。蓝瓶咖啡，它开了好大一栋，就是应该有两层楼。但是呢，我们的目的地不是这一家，我们要去吃甜点，拜拜。这边是岩南洞，我们在寻找一些小店来逛 ，Go Go。这边也是小巷子里面有开很多很有特色的店家，就很适合来慢慢走慢慢看，我觉得比起宏大这一区块我比较喜欢，就是有点像釜山的西面跟田浦的差别，这边就是有点像田浦的感觉。这家生意超好的，还要 waiting， 但是它看起来真的很厉害，刚好好。没有想到平日来这个咖啡厅竟然还要排队，今天是礼拜三下午大概4点竟然要排队，他假日应该更可怕，但是很多都是外国的。他们家的甜点看起来真的超厉害，哇，哎，它里面是黄的，哇！
好了，现在晚餐时间，在首尔的最后一餐，我们要去宏大觅食。我对首尔真的是很不熟，我就是在地图上慢慢找我想吃的餐厅。晚上突然变好冷哦，超冷的，手都在抖。我要吃的就是这一家苏拉坎，不知道有没有位置哎，它的店面感觉位置没有很多。它的店面就是小小的，很温馨。嗯，好美哦，看起来很厉害。哇，택시내린게1시25분인가택시를내렸는데차를내려가서우선뭐먹는거같아서1시간정도걸린